开局先找成龙大哥打造一把屠龙刀，带上这把嗜血至尊屠龙刀，直接就去单挑通天教主。不要有压力，非常好打，先把小怪清了，小怪的爆率也是很高的，一个都别放过，再回身砍通天教主，秦王绕柱，轻轻松松解决，什么雷霆腰带，那随随便便。热血熔城，免费下载。